状况一样，造成社会纷扰，深感抱歉，并对于郑王先生及其家人啊造成诸多的困扰，深感不舍。本人过去在媒体上针对于郑王先生的批评并不恰当，本人诚心希望今日双方调解成立后，双方一切生活回归正常，并顺心如意。那今天协商结果非常顺利啊，因为志坚先生特别跟于正煌先生呢，他们单独聊了40分钟，那40分钟的过程做了一些充分的意见跟交换，然后志坚市长也很有诚意的跟于正煌先生表示了一些他的一些想法跟一些歉意。好，那最后我们两方呢达成的和解内容，好，调解内容基本上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发表如刚才胡律师所念的共同声明，然后第二点是那个志坚先生同意依照于正煌先生的指定捐款30万元给公益团体。好，然后第三点是于正煌先生会撤回本件侵害著作权的自诉案件，以及在台北地检署所提出来妨碍名誉的告诉案件，然后双方同意就是针对本件论文事件的相关事实不会再对对方提出任何法律上的一切民刑事的诉讼。